大家好，我是 Sasa， 今天是3月11日，时间是15点28分。我现在来到将军澳的东港城，今天想跟大家走一下东港城。呢度有一間叫做 Mother Pearl， 係茶飲店嚟嘅。咁再過嚟呢度有一間叫做 Little Thing 啊。咁前面就係周大福啦。Number Line。咁隔離咧就係 The Body Shop。呢度有間鞋鋪 The Corner。喺呢度開咗間鮮會鮮啊！金至尊，過嚟依邊有間小米嘅專門店啊！哇，大減價喎！依度有間時裝店啦。沙沙，精品店，Skechers。呢度有一間麵包店啊！至於Puma， 泰特羅，呢度有一間李寧啊，Chase。
有一間叫做 Provenna。再過嚟依邊，依邊係有間叫 Tony Moni。謝瑞麟。New Balance。Villa。依間係 Editors， 馬拉松。呢度有間牛角啊，呢邊有間烙面啊，海街坊。呢度有間食泰國嘢嘅，哦，呢度將會新開一間食店啊！馬拉松。Unico。美心餅店啊，重田食堂。呢度有間麥包。呢度有間 Nike 專門店啊，
披薩盒。呢度係日牛叉叉鍋專門店啊！母恩良品。呢邊係 Marks and Spencer， 呢度開咗間叫做燒肉啊！哇！全日價格，全日價格$48啊！100g 啊！呢度有間 16A 啊，賣內衣嘅。The Ash。上海，再過嚟呢邊係華語傑啊，咁對面係 Starbucks。呢度有間 Beans， 時裝店，呢邊係眼鏡店，American Eagle。
奇華餅家。呢度一間叫 Daiso 回轉珠寶啊。Dr. Kong OP Beauty 這裡有一間 Cost Me Store 這邊有一間嘉欣啊，春水堂，呢邊是 Chatter Rice。呢度有一間 salad， 呢邊有一間叫做 Elma Rosa， Omi 32。咁我哋而家行翻過嚟地下，咁我哋而家行翻過嚟中庭，上去一層睇下。上到嚟咧，似乎係呢一邊咧，多數賣電器嘅喎。嗱，呢度有一間蘇寧啦，咁我哋行呢邊先。衛信。呢度是賣影音的鋪頭，叫做 AV Live 啊。呢度有一間精品店。玩具站，嗱，依邊就係 AV Live 嘅 display，
就有一間雅俊屋啊。呢度有一間小城故事啊嘅玩具店，呢度有一間燕窩店。呢度是食素食的，叫龍心啊，素食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呢樣玩完。呢度一間叫做御美堂啊，係保健養生的日本城。呢度有一間叫做啟泰賣海味嘅鋪頭，呢度有一間叫做竹君好啊，呢度有一間叫做 Cherry 啊，賣床上用品嘅。呢度是 Cotis， 都是賣床上用品的。過嚟對面呢邊是有一間美容院。呢邊有一間大新啊，呢度有一間叫 H 啊。冒險樂園，呢度有間半溪啊。前面有一間淡仔三哥，呢度有一間紅蘿蔔啊，係賣寵物用品同埋食品嘅。呢邊有一間牙科醫務所，
呢度有間萬寧啊。咁隔離有間屈臣氏，叫做屈臣氏 baby 喎。咁呢邊有間張無忌啊，咁呢邊有間豐澤，奧圖。CSL 呢邊是一田啊，現在 Mini Salon， 這裡有一間叫 HKEC 賣家庭電器的，這裡有一間電信數碼，百老匯有一間叫做愛家名品啊，都是賣家庭電器的，哦，這裡有一間快展，中信銀行，呢邊有間泰興啊，再過嚟呢邊係東亞銀行、恒生銀行、中國銀行。
呢度有間中國聯通。呢度有一家叫天當啊，呢度有一間藥房，中旅社，東瀛遊，上言堂，中醫診所。李家角，呢邊是中原地產啊！咁呢條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離開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